有买乖乖给你的，有暗涌吗？是他呀。因为你长得太俏，太俏了。龙脸俏啊，俏名的字里啊，剑唇，拍剑唇啊，伊不记得迄幕，爱你啦，风采又强到啦，既然也哈，你莫出神哦。莫素容就好了，也不用安用宽容来证明莫痴呆啦。你喊你啊，去清凉的治理拍剑唇，哎呀，爱来转嘞，拜拜。哎，你要去买呀？哪里分三种啊？我做三种。嗯，别话每一双人对呀，一只小下嘞，伢老太人对内边买唔得，伢阿公买唔得上口做，一表阿每一双人对呀去送菜。万一个，给这万一个出现了两个啥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你按到来多啊，莫你们对你有兴趣啦。没讲对兴趣不兴趣，那三大色彩，那又没付出哪嘞？嘿莫，讲个道理啊哈，好歹啊，来老娘的自己前来结拜，你就那个阿妹以外，那做唔得了你啊，苏海。不过啊，还没想，你恐怕你做唔得你的嘛。呀哈！来做水东爷去识别，你去那位，来做天东那位。哎呦，做唔得啦！怎么做唔得咯？来呀，去阿梅啊！不过你说拜看卖的时间咯，还袂感到无吃菜。今不你看到来用的吼，好亲像本来点的哦，点到你滴毛啊，乖乖的啊！你这个是哪个眼神呢？你有感觉触电的感觉吗？好亲像发电机。嘛意思？啊，就卖电瓶啊！哎。哎，用不了两声话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要喊到面的电话啊！怎么喊到了？你哎呦，好亲像我小镇老李李琼哟！我今天在微信哦，哎，哪会讲啊？讲嘛该了，对啦，阿梅呀哈，想想你们不是要带来这两个神童，那么我有危险。做你的职业必须有好啊！哦，哎，有好啊！有这种杂事哦，还有特殊的时间哦，有好做啦。不过来江南山庄的兄弟啊，就会豺狼虎豹，看你啊，虽然有着年纪，哈，你没讲你对开工厂做头家，又嘛还有豺狼虎豹，也明白意思呢。啊，这种语言哦，乃至有他把老李讲啊，乃免做那个工厂的太头家啦，乃去老李抢钱去啦。抢钱！冲啊！俺娘爸爸要你抢钱！我爸突然为了上班啊，没钱啊！小当初，你文质彬彬，文质彬彬，没错。嗯，俺有文采给你，今不你，叫老三为钱，对老爷抢。有多少把手？你好彩哦，有强盗的咯。娘爸你呐？你又没购买文质彬彬，俺来抢谁哦？开始模式给咋的地方啊？不会是啊？黑猫啊，其他还要问你他啦？哦，我唔记得了，给无妨啊。你讲你去山庄，嗯，哎呀，讲起来你还太忙了。嗯，错啊，还就会太忙。既然去太忙，你上次看那嘞，我一日去阿妹，虽然都在山庄去收菜，太忙给无钱，我做唔相信人家兄弟敢对我两板呢。你是有没娘啊？有你保护我呀！哦，一听阿姨，一听阿姨。哦，好了，四十年没法度了，来老娘的这里前来结拜，你就会来个阿妹，给啊，跳下来，两条路行。等一下，阿姨，你行太紧了。其实你行啊，不过就会啊，过了用个三条就好。过了个三条嘛。错啊。一三度一块给起头，又坎坷。阿明用个行个气力呢？无人哦，你还无扣的，无擦的，无马屁。操，无扣无擦又无马屁，还有哪一样？你哪里骂啥？你呀、啊。爱。错啊。给你个意思。爱行去，总是爷爷做了阿明爸。老高呀，你太难有长度，你还来骂你吧啊？你哦，有事我清楚啊。你讲正常啊。那有事。你让你我吃看哪嘞？给做妈的你爸阿妹又唔冲哦。你敢不有结冲你滴毛啊？那结冲，还真强。来，你我目测一下，你好清楚你不是男的。你错了，阿妹没按错。乘以二。你的男子汉太重夫，一个女子爸呀，讲话跟哪结婚哦？那不成连西差地位吗？没，俺通通哦，唔差男子汉呐，六十。
没作品嘞，就出来。导演没作品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不你阿勇讲哦，那证明我把你的吧，证明面子啊，就收了钱。错了，应该把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应该有啦，哦，给起送医啊。好。起啊，送医啊。阿狗，你要听啊？阿勇那种狗啊，就阿勇他送医就好了呀。病人啊，病人，当然他送医真简单，你啷会填呐？阿勇他送医还爱填数啊。哦，好啦，起就起啦，他起得好呀！哎呦，你会白天呐？因为天天多啊，乖乖的，放心啦，今日男子汉快丈夫，哪半暝啊又扎起耳出半夜，干脆要本人生，系无？生本人出半夜，来坚强好。准备好了哈。是啊，好了好了，咪莫想我拿来讲完倒啦，呀哈，我看你呀、啊，东风偏啊，路就吃菜吃菜，那条路去，那条路，五十八米，去哪了嘛哈？